买房在签合同或参加拍卖之前，找一个靠谱的过户律师是非常重要的。一般的房产交易，Conveyancer 过户律师就足够了，不需要更高级别的诉讼律师 solicitor。卖房也一样，先找律师把合同早准备好是非常有利的。